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不会死半次了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等下躲到我等下躲得很后面很龟就好了。他们说这个妖精会死，通常都是被炸死，但我躲后面应该是不会被炸到。我现在是担心我被旧光插死，因为我魔瓶，我现在我是手动，你看我右边，我没有任何喝水程式，完全手动。我们看这个手动会死多惨。好，我们上，我们上。哎，这个魔瓶卷要带好多哦，我一直被削哎，他是什么技能一直插我啊？奇怪，就这么点面条又来了，已经变妖色好快，跟抽筋一样。我这是第一次打石头王，所以我现在紧张。我如果聊天室怠慢，或是没看到你们，没有看你们聊天室的话，代表我现在语音里面非常的混乱。为什么我站那么前面？为什么你们可以站那么后面？消失！哦，那些人要死了，那些人要死了，有人死吗？平衡，妖精打。哇、哦，死一堆！他的旧光是一插就秒杀吗？我、哦、干拉三桥，不要，走开！哇，这个王有点靠腰啊！那刚刚那拉那一下，我吓到了，为我断线。平安呢？停，妖精打。小，妈的垃圾王，魔瓶断了吗？但真的，这个王真的是垃圾，不是我在讲。啊，我不会死了，不会死了，今天不会再死任何一次。第一次打王，只死一次就是我的目标。来了吧。如果一次都不死，那就我就很屌，我就是屌哥。平衡，不打。先洗魔。哦，远攻死一片，你看我是不是又聪明又伶俐？说停就停。好，可以打了。看到剑琴打，我们就跟着打。远攻打。哎、欸，这个要非常的眼力很好哎、欸。我旁边死掉了、欸，这个狂插哎、欸！我、哦、干不要拉屁呀、啊！不要，没事，稳的。哎、欸，我好像会打嘞、欸，我是朋友慧根呐、啊，一看就会打，远攻打干，我干。啊你妈！打这个王真的是要时时紧绷哎，你要随时看周围有什么动态，然后我要看聊天室，要看对话，我还要看我的身上的魔瓶状态，因为我魔瓶不是自动放，我魔瓶是手动，你看我多忙，简直是人乎其技啊！专心的盯魔瓶一断就会被秒杀，我刚刚被秒杀一定是魔瓶断掉，我真的好厉害。看看我的超精湛的技术，远攻的，没问题。哦，你看我是不是停的又快又精准，立刻切换，立刻停。我靠腰，我以为我死哎、欸，墓碑在我旁边，但好痛。如果觉得我第一次打技术很好，都没死的，帮我打个加一；如果觉得我很雷的话，打个加二。我应该是技术蛮好的吧？欸、第一次打只死一次、欸，我的切换速度这么精准，你们在饿什么啦？哪有那么多加二？你们搞阿片？我觉得我打得不错啊，对吧、啊？有人帮我打加一嘛？对嘛？这无捷径是自己的，你们都不要全面乱打，全面在你们在欺骗自己的良心。
欸，不是啊，我好奇一下，他召唤那个自爆石头人炸一下6000，那谁要打那只啊？谁要负责清那几只？因为一炸周围人都会死啊，不可能这么多人6000血吧？我刚刚喷自己人没有吧？我刚没喷自己人吧？我刚打自己人吗？没有吧？我现在不是标着网吗？我自己是没有看到我喷到自己人啊。来喷。我干！没道理啊，没理由的，跟你拼了！那王应该快死了，他已经出红色的了，好快！我决定我要一直按我的魔平卷，绝对不中断，给我平衡，成功的，啊，我都会了。停！红色全打，看我是不是度度快？哎，看我操你妈！哇，每路过一次，我都觉得好丢脸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二区打完了，什么称赞仔？我是主力输出哎、欸！我在红遍里面也算是一个有一定输出的。他刚刚为什么可以秒我啊？我搞不懂哎、欸，我魔平卷云战他怎么可以秒我？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？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？他可以秒掉我？真的看这网打过一次就会打了，可是你要小心被来横祸，魔平一段就会被插死。可是我觉得我刚刚魔，哎、欸、靠腰，我、哦、干！到底你看为什么会扣血啊？明明我就没有那个没有断，干被破胜。我干你老师，垃圾王哎、欸，这个礼拜虐一次就很痛苦了，还好现在四个礼拜一次。不要再数了，不要再数那次数了，数屁数，满血被秒杀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？满血直接秒，你觉得有救吗？干，我怎么又扣血了？我没圣戒，我没圣戒，我的法师呢？我死了，有纸，有纸，守护者，守护者，两个纸，双纸，哇哇，两个紫色，守护者长靴，守护者披风。哎，六全世界六起来哦，开心开心，第一次打就两子，好快哦，我们打半小时而已，你们自己看，我们十点半，而且不是十点半，我们大概十点半到集合出来之后，大概10:40开打吧，这样才25分钟，哎，快半小时而已，好快，这不是我在自吹啊，那四次是值得的、啊，你们那些预测我会死7次8次，或死到明天的，你们自己打嘴巴、啊，乱讲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